个时候往这送，这个时候往那边往这收，也可以啊，是吧？你让对方单手推嘛，单手推，推单手推，你要跟他讲，是吧？这是不是个面呀、啊？这是个面吧？接触是个面吧？是吧？接触面，这个人看哦，接触是个面，接触是个面呢，我们就要感受它，看哪个地方使劲儿，哪个地方不使劲儿。劲儿大或者劲儿小，推使点劲儿，哎，他这个地方在使劲儿，这个地方是实，这是实，这个地方是最虚，这地方最不使劲儿。我要跑，我十点被打了，我要跑，往哪跑？往这个地方跑，就往这个地方跑。这就叫接点不接面，避实击虚，沾即是走，走即是沾。你不能光走，不能光走，也不能光沾。我往这地方沾，往这地方跑，你看这地方就往这冲，他就使不上劲儿了。为什么？哎，这是虚点。你不能由虚往实，你看由虚往实，我这么也是接点不接面，我卡上了，明白吗？他这地方实点，我全往这嘴，我不是送死鱼吗？人家在这设好埋伏，正好我去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他使劲的地方，我不走，让开，让开，你看，这不就是你看贴着这个贴着这个侧面，等于我贴着这个侧，他这侧面怎么使劲？你使吧，你怎么使劲？你怎么使劲？他不好使劲。接点不接面有几个要点，它就是避实。你看，第一个避实击虚，第一个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这个点，你看你使劲啊，使劲一击虚，你看你变劲啊，你看你变，你可以变，这叫走点，还得叫刺皮不刺骨，明白吗？你光接到这个点，你看接到这个点你变，哎，你看怼着了吧？你如果点死在这儿，那就不行。所以接到点就得刺皮，不刺骨。这里面还是很重要的，刺骨两面骨。你看接到点，你看，我是从你骨头走的，走不动。接到点，你看，走不动，怎么办？接到点，走在皮上走，叫皮里肉外。接点就必须得走点，接到点了，你看。接到点了就得走，你变劲吗？你变劲，我就在你身上走。你变吗？你看你变劲，我就在你身上走。反正，你只要一动，你就走，对吧？你不管它，这个是假的，这是真的。